总统蔡英文一抵达竹北天后宫，乡亲热烈欢迎。十八号来到新竹县参拜，同时辅选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詹暨堤以及曾盛凯。那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这一次可以跨过50%，与其让别人来做蔡英文路线，倒不如选跟蔡英文一起做出蔡英文路线的这一群人，继续来领导台湾，好不好？蔡英文参选三次总统，在新竹县得票率一次比一次高，绿营逐渐攻破传统蓝营票仓，不止总统票要过半，两席年轻立委候选人更要上榜。我越来越像老师了哈，因为我总统毕业以后，说不定又变成老师了哈。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国会过半很重要。蔡总统曝光退休计划，更高喊拼国会过半。而民进党内盘点全台一共12立委选区激战中，包含台北许淑华、吴佩益、新北何伯文、吴征、桃园郑运鹏、黄世杰、台中林静怡、南投蔡培慧、蔡明轩、高雄黄杰、李博毅以及屏东徐富贵。选战倒数阶段，因赖萧等大咖更要加强辅选力道。大咖当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加分的效果，但是我觉得个别的候选人还是要自己稍微努力一下。到了选前两个礼拜，可能党中央会去评估整个选战的节奏跟整个辅选的态势。我们在党中央还有辅院这一边的一些伙伴前辈们可以下来帮我们辅选。因赖萧都辅选过，包含许淑华、林静怡、黄杰、吴征等人，绿营倾全党之力拉台五五波选区立委，搭配抢救王一川大兵行动，冲刺政党票，力拼国会过半目标。三十五张号，一李正道，尤伯。